十一月十二号到十一月十八号，十二生肖运势分析，属猪、属老鼠、属牛的，该做的运势，夫妻的和合，包括爱人、恋人的互动是非常的提升的。除了恩爱如初之外呢，房事、床事也可以期待，相互赞美啦，互相肯定啦，夫妻的感情向上提升是一定的。